VIP， 主持人打爆料 ，Super Junior 上电台做自言自语。电台总可以不用了吧？对，电台又没有在拍。现在我要表演。我怎样？坐好，坐好。主持人也来 CP， 达人爆出配对秘诀。那主持人应该要来一下。让你了解一下那种滋味，为了收视率没办法。那我们两个瘦的要怎么分配？对，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种武林秘诀，是不是？阿拉小调查局，7月2号给你充满粉红泡泡的 CP 组合。